听懂这五句话，你才能变得更厉害，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。一，允许自己做出改变，要允许自己犯错。你今天的难堪，是为了明天的不出丑，不难看。如果你今天不出手，你接下去的这一辈子都会出丑。二，别人攻击你时，要学会立马反击回去。欺软怕硬就是人性一大弱点。如果你选择了默默承受，那别人就会觉得你就是个软柿子。但如果你立马进行反击，就会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不好惹。三，不要轻易的被别人使唤。如果你经常被别人使唤，别人把使唤你当成习惯，比如让你去关个门、倒杯水、带点东西、拿个快递等等。但如果别人经常让你做这些小事，你就一定要注意了。四，敢于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，不要害怕和别人产生冲突。如果你选择唯唯诺诺，别人不但无法了解你的内心，甚至还会觉得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忽略你，不用考虑你的感受。五，只有有实力的人才会被别人尊重。实力是认知的变现，只要你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认知，你才会变得厉害。